扬声大师耶稣信息，关于觉醒进入新现实。通灵，约翰·斯莫尔曼。人性正在发展，你们全神贯注的集体觉醒过程正在非常美妙的前进，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这是上帝神 Godess 的神圣旨意。当人们开始更加充分的意识到腐败和不诚实一直是形式生命的幻觉的一个方面时，全球范围内的混乱和困惑本身就是你觉醒的标志。幻觉被构建为体验一种自由感，并被建立以允许明显的运动远离爱。如果他愿意，每个人都可以在不考虑他人的情况下生活。家庭和部落中的人确实相互支持，但如果他们的行为因任何原因被判定为不可接受，也可能被驱逐出境。因此，有必要将个人生存置于所有其他人类需求之上。对万物一体的认识被遗忘了，被意识隐藏了，人类的生活被理解为一次性事件，必须充分利用，以充分利用看似有限的资源，可供个人使用。在人类生命的几年中，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你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在这个充满爱的、提供你们人类生存所需的一切的星球上。在过去的四、五年里，这种意识的扩展最为显著，正如你不能不注意到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过着他们的生活，至少部分的为你的集体觉醒服务，即使他们可能没有自觉意识到他们一直在这样做。他们只是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正常的人性，是正确的事情。这种提供服务的意图意味着许多人不再只是做他们的工作和领取薪水，但也调查了雇佣他们的组织的活动。小企业、大公司、其他大型组织，当然还有政府，看看他们是否真的在尊重人类和地球。这种对大型组织活动的好奇心的增加，而不是不假思索的接受大型组织的活动，在将有关破坏性和腐败活动的信息带入公共领域方面变得越来越有效。这些活动首先需要大规模减少，然后结束，以允许人类随着你们关注的人数增加，行星的疗愈将会发生。因此，从你构建并参与虚幻现实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为你的觉醒做准备，现在已经接近完成，将允许并鼓励你的觉醒全面开花。你将觉醒并体验成为合一的喜悦，与 M 斜线 F 斜线 G 星号指父母神神上帝合一的喜悦，这是从未发生过分离的爱的源泉。不断提醒自己这个神圣的真理，分离从未发生过。形式的生命虽然看起来强烈而明确的真实，但它不是现实，它是一个混乱的时刻，一个梦想或想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瞬间的经历会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压倒你，并护送你进入引导你的状态中的言行或其他人陷入剧烈的痛苦和折磨中。是的，也可能有幸福的时刻，但大多数情况下，你一生都在寻求幸福，永无止境的幸福，也永远找不到它，一种与你产生共鸣的状态，你感觉或直觉应该是你的自然状态。当然它是，但你已经失去了对它的意识，而那种失去的痛苦仍然伴随着你，导致你在你自己之外寻找一直存在于你内在的东西。你是一，你是爱，因为这就是你被创造的方式，而上帝创造的东西无法改变，
已经按照神圣的意图完美。在幻觉中，你正在体验人类形式的生命，这似乎不是真的。那是因为形式的生命被构建、想象成存在，是为了体验一种非真实的状态，这就是你正在体验的。然而，你可以选择回到完全清醒的状态。现实，只要设定这样做的意图，因为你是非常强大的神灵。这样做，就是觉醒过程的全部内容，所以，现在就选择醒来。你有绝对的权利做出这个选择，为了唤醒你必须完全自由的，以你自己完全自由的意志，做出并设定这个意图。没有其他人可以为你做这件事，因为你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强加于你。现在觉醒到你所示的爱中，与全人类分享和扩展这种爱，因为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人类集体精神进化的这一刻以人类的形式出现，你的觉醒进入现实。所以，我再次强调并再次重申，你每天花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多次进入你内在神圣的圣所，邀请爱进入你的心中拥抱你，然后从那里大量流出，这是绝对必要的。你到所有有情的生命，在那里它会被感受、体验最有力。也就是说，正如我上面所说，为什么你现在在这里？请记住，没有意外或巧合，一切都有神圣的目的。你的任务是唤醒，并帮助他人也这样做。不是通过传教、争论或说服，只是通过做你自己，在行动中最美丽的展示爱。这是你作为人类的神圣目的，只要时间继续流动，每一刻。你可以的，你化身来做这件事，你得到了来自非物质领域的无限和最强大的支持和热情的鼓励，他们时刻关注着你们，随时准备在你选择呼唤他们寻求进一步帮助时做出回应。你慈爱的兄长耶稣，谢谢收听，感恩祝福。